香港演艺人协会换届，古天乐取代曾志伟担任会长。新浪娱乐讯，据香港媒体报道，香港演艺人协会在1月19日举行会员大会暨换届大选，当日由会员投票选出21位理事，众理事互选选出各职位。香港演艺人协会第13届理事会任期由2018年1月19日到2019年12月12日，经互选后会长由古天乐担任，副会长则由林家栋、肥妈 Maria Cordero、 张敬轩及钱嘉悦。秘书长是于安安，副秘书长则是陆福、王子轩、冯颖琪、麦长兴。司库由方力申、王君馨、阮兆祥担任。至于理事包括任达华、李志刚、吴崇明、 King at C All Star、 林胜斌、徐志勇、小肥、梁启宁、咸蛋、钱国伟、薛凯琪。特邀理事则有郑启泰、何敖、The Boy、 李凯贤、 Brian at 24、 魏、石佑山。香港演艺人协会第13届理事会，会长古天乐，副会长林家栋、 Maria Cordero、 张敬轩、钱嘉悦。秘书长于安安。副秘书长陆福、王子轩、冯颖琪、麦长兴。司库方力申、王君馨、阮兆祥。理事任达华、李志刚、吴崇明、 King at C All Star、 林胜斌、徐志勇、小肥、梁启宁、咸蛋、钱国伟、薛凯琪。特邀理事郑启泰、何敖、The Boy、 李凯贤、 Brian at 24、 魏、石佑山。